心动算。过去有科有锅的徐巧芯在妈祖面前对侯友宜对屌屌，侯友宜也放下恩怨，伸出友宜之手。今天三间庙我们都会陪着我们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侯市长一起来走一走。蓝营小鸡不再跟友宜保持友宜距离，但正值党中央开战郭台铭的此时此刻，皇后蓝军归队还不够，还要找友军助阵。我想侯镇郭富的正当性应该比较高。党内侯科搭档呼声一波波，但要让代表民众党选总统的柯文哲愿意屈就当副手，蓝营也得开出对等条件，蓝白立院席次是关键。看起来国民党也不知道他们要如果有礼让的话是用哪一种模式或者是方式，那当然这个部分也应该是如果真的要有合作的话也必须是要被好好审慎考虑的一个部分。尤其民众党提名区立委拼实习权上，但只有新北跟高雄两个选区国民党没有提出人选，但就算国民党中央决定在立委席次让立柯文哲，也得小鸡们肯配合。我相信我们都是以大局为重，加上民调数字侯友宜老二老争不赢柯文哲，但端看过往携手向前走其实也有潜力可循。2000年总统大选，宋楚瑜以466万票输给民进党的陈水扁，国民党连战则是拿近300万票，直到四年后的总统大选，蓝营找当年高票落败的宋楚瑜组连宋配，卷土重来再战陈吕，尽管输掉选战仍拿下近50%超高得票率，但侯科能否复制连宋模式？可是现在的状况不完全不一样啊，整合整合那个和那个字哈很有学问，就人一口，好叫和，那只能留下一个活口。蓝白合作最终是否沦为蓝吃白或是白吃蓝，可能只在侯科阵营一念之间。金钟国女雄采访报道。